那我跟你说吧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呢？我现在才不告诉你我有没有女朋友呢。难道我不是大夫的女朋友吗？他都不愿意向人家的面前承认我是他的女朋友。我生气了，我的心现在很疼，我要回去找皮亚。只有皮亚能安慰我。皮亚，你过来，我要给你看，我要给你看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，那是戴夫，他和其他的女生呢在一块儿，然后他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什么？怎么能这样？我们过去去找他。我就知道，戴夫绝对是不能够让人家去相信他的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女孩。这个女孩到底叫什么呢？她的名字叫奥利安娜。那好吧。那奥利安娜，我现在到别的地方去给你买点吃的，等会儿我们就过来了。不用那么麻烦啦，戴夫，我可以跟你一块儿过去啊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嘿，你就是奥利安娜吗？干嘛？你把别人的男朋友给抢走了，你这个人真坏。哈，我？你确定是我吗？我有把别人的男朋友抢走吗？你们在哪里？你是谁呀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个小偷！哎，拜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这个奥利安娜，难道你这不知道什么情况吗？戴夫是和汉娜是在一起的。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我的男朋友是在马厩那边。才不是呢，你的。我的男朋友是叫戴夫，你把我男朋友抢走了。戴夫，你根本就没有相信我，你根本就没有跟他说我是你的女朋友啊？有发生这种事情吗？干嘛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戴夫，我要揍你！嗷呜，皮呀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力气非常大的一个女生。你怎么能打我的表哥？他是我的表哥啊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难道奥利安娜不是你的女朋友吗？当然不是啦，你才是啊。唉，但是汉娜，我真的是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对我。我觉得我还有点小失望。抱歉，戴夫。我觉得你们这边的人真的很奇怪。走啦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你这个人本来就是自作自受。怎么办，皮呀？我又让他伤心了，我又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大夫一直都这样啊，他总是这样的。才没有呢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你，皮呀！你看，为什么我每次都把事情搞砸了呢？我都不知道，现在我失去了大夫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把他挽回。